上面，这边就是坟墓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下开，这是一个没有人会上来的地方。开始往下开，好，冲冲冲！一路一路这样走下去，哇！你看这个整个这个殿旁。祖先先享受啊！享受一辈子，下半辈子还要享受，所以他才会庇佑祖先。哈哈哈哈哈！庇佑，波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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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孙。哇！慢慢了，慢慢了，慢慢了。这边就是宿舍。好像眷村的感觉。对啊。哇，这是这是宿舍哦。桌球室，桌球室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保龄球，什么概念呢？这种。还有制冰库。制冰哎。哎，这应该是那个 Pino。哎，我还听。哇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医务室在哪里？是这间还有上去啊？福利中心。